观田，硕士，一级美术师，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，西泠印社副社长，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。书法专业，当时主要学技巧是打基础，是专利楷草四体都学的。
第二代的主要是研究生，是以研究在当书法史作为研究方向的。那么到现在整整18年，才完成了这个在当书法史这个写作计划。我的书法观念来自老先生一套，啊，主张以有文为主，所以叫书法是现象史的。现象史，那么有两个功能，一个功能是应用，一个功能是艺术。应用目前来讲比较少一点，那么主要还是艺术。艺术来讲，那么一方面是打压心经，一方面是书法精品。那么传统的书法艺术，它讲究个性，讲究风格，它是从这个临方古人啊这个开始，慢慢地增加自己的个性，逐渐形成自己的书写手法和解释规律，形成自己的风格。风格越强烈，个性也就越容易接；反之，个性越强烈，风格也就容易不同寻常。无论是个性有好有坏，风格有高下之分，有压制之分，关键是靠神的神圣观和艺术观，不是靠技术，不是靠技巧。神的神圣观、艺术观有一个前进的阶段，所以书法艺术的这个个性中风格也有前进的过程。所以孙国林所说的“神须俱老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而我主要是传书用笔，那么用传书的笔法续写真朝丽人，所以我也是用笔不短的，说笔不短不必连，笔不短不必连是孔乙己所提倡的东西。那实际上从武昌那种表现得很清楚，这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作为我来讲，章草有的比较多一点，说我的草书是从章草中出来的，说字体比较这个简练，笔法比较少，再加上这个专利的用笔，说听上去好像比较这个笔法比较短笔，不像明清时期的草书是长笔的，我见过短笔的，好多是从章草中来的，所以它好多是也就是不大神圣，不是普通的这个标准的草书。这个创作的时间，这创作时间是从西方的这个美学理论中来的，对于文学、对于美术还可以，但对于书法来讲恐怕不大适用，至少现在还没有体现它的准确性。书法一搞创作啊，这个情感它不是自然流露，不是自然流露的情感，总有假的成分。这种有意的追求和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所谓抒情假意是有所不同的，不同的创作方法啊，只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，而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，更谈不上作者的个性。多风格即无风格，多个性即无个性，无风格的书法可以说是不成功的，无个性的书法可以说是不成熟的，这是我的观点。